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环球港，因为上海的夜市很多，但是环球港有一个星空夜市，所以我带领大家去看看有什么美食，去看一下星空夜市。这个圣诞节的气息已经出来了，看。我们在环球港逛逛，看看要是。今天有小朋友在拍摄，拍片子啊。这里面还有跳街舞的。有一个骑马场，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里面大概是专业的人在这个马场训练吧。走吧。哇，来看，晚上看这个星空还是很美的。天台星空夜市集现在没有了，哦，可能是因为天比较冷，所以现在基本没有什么人。有一家火锅店不错，这有巴奴，巴奴平时也排队的。然后其实还有一家网红店，我们看那家网红店要不要排队，是刚开不久的。哎呦，估计要排队，排得不得了，我的妈呀，这排到啥时候去呢？哦，算了。红书店的，没有咖啡，对。我点了一份色拉，点了一份意面。先抽抽看，牛油果色拉，还有意大利面一份，然后来了一壶茶。今天我们就开吃了，饿死我了。看看这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嗯，味道不错。色拉。刚刚吃完晚饭，现在既然来酒吧嘛，肯定点一杯鸡尾酒。哎，小姐姐帮我点着了，这个蛮有那个啥，还是个鹿。大概现在要驻唱了。大家晚上好，还有谁？大家。
我还能看见什么？除了光以外，我还能要求什么？